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。那些年，也爱过，也恨过。有人说我挑，其实我是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。希望能在爱的选择，能够遇到一个有缘的他。哦，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追求过你，是吗？也不能那么说吧，反正有很多机遇。年轻的时候，现在好像机遇很少了。我看啊，也还有人跟您求婚，您也没答应。现在突然这种情况下有太多了，太多了，错过了，真的错过了很多。数过没？大概有几个人跟您求过婚，想要和您步入婚姻殿堂的？有几个吧。女人往往这些都小脸宜人的女人命都好。哎，对，你越要强的越看不着好。最开始的时候也是，有一位先生挺好的，20多岁，也是别人介绍的，我也不太熟悉啊。家境十分好，然后本人形象也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不喜欢那样的，因为自己家里条件好，然后就特别张扬的，特别有点浅薄。离婚的迁就的差，他这个他肯定得差一点都不行。性格，他的性格吧，肯定是有一方面他挑。其实吧，我这个人啊，对同事也好，对家人也好，都很好，其实特别容易相处，但是就对找另一半吧，就是稍微有一点比较有点苛刻。你喜欢我们。